大家好，我是子彤，今日我是嚟揾杀手，都查出杀手。而家呢个而家就系可以乱杀人嘅，攞咗把枪嘅话就杀咗杀手。呢个游戏咧嘅玩法就系呢度，我都唔知道。有冇錢？我知。點讀啊？我唔識點讀。我識一個十九個人。而家玩緊係查邊個拎住槍啊嘛。係。邊個拎住槍殺人啊嘛？而家不過而家呢個時間係亂殺人噶喎。同時亦都要查出邊個殺咗人。其實我哋全部都殺過。好似首先嗰個英文字母咧，就係佢選擇唔殺人，就好似我首先咁樣，可以選擇殺人同埋唔殺人。大家記得拉住手，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大家訂閱呢個頻道。被拘你拉我我起咗我是嘛应该杀咗我赢咗个人都是他做的。我是子彤。这个是我好友。对面那个呢就是你的今天就是我的四妹。我現在的等級是四級，死了十七個人的遊戲。如果順利的話，就可以直殺人，直接通過殺咗個人去。我隔離嗰個就係我個妹，唔係依個先生，我個妹死咗啦，喺嗰度。咁嗰位就死咗噶啦。你都睇到呢個影片嘅最後，跟住呢個遊戲玩法，如果本來知嘅話，可以撳走呢個影片。你見到呢個咧，就可以收咗錢，一百二十蚊。
100 for 20 money。如果呢度呢附近系有个游戏机嘅，不过游戏机佢需要十，佢会嘥你哋10蚊。咁杀死佢嘅。分钟啊，分唔到十。我分唔到十。迟咗啊！系啊。我哋死气近唔近啊？唔近。仲要先等劈咗出嚟先。呢個遊戲的確係可以打爛個燈膽嘅。上面嗰啲我唔得唔到，呢度可以買唔同嘅嘢。不過呢度買嘅嘢咧，全部都係抽獎。邊個做？邊個做？嗯，好姐姐。邊個做？係。好姐姐就係邊個做？我做。你做。我冇曬喺度，你放心啦。知佢。阿志哥人，四。阿志你隔離嗰個，點啫？如果是有我其他好友的話，例如其他好友一定會殺死他的，就算是同學我都會。我只要贏，對面一定不會。藍色皮膚的阿妹，近嗰個人，唔係近我，一定要贏。我定住咗。嘿，唔好，姐姐，我唔想雙打，我想打。只要求其揀個人，咁就可以噶啦。我冇識揀你啊！唔該，姐姐。係。呢個影片都差唔多完啦。你都記得咧，要 subscribe 訂閱呢個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